我这儿了吗？我这儿听见啄了呀。我现在你那边是现在你那边才四点是吗？那我先去开个传送屏吧。伟儿伟儿 Don't remember it's around here yes no yeah right here 我还以为你这个爷是发现了呢，没想到是爷是是的yeah yeah yeah 跑哪去了 okidoki yeah啊、哦，这边就是要救人，然后三塔林的营地，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忘了，反正一堆东西。不还有燕泉吗？啊，燕泉就是救人。为了我使用燕泉。哦，我操，到这儿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前面是那个什么，那堆祭祀羊机人的那个什么？哦，红潮是吧？对的。稍等一会儿，兄弟捡个东西去，妈子。你不怕捡他那个长剑吧？嗯，不，我要把人捡过来扔下去，这就是反抗盛唐武士的下场。哎，只能说这里边的圣武士不是 Templar 啊，他是 Paladin 啊。那不打这些祭祀羊机人、啊？打呗，那过来，等等我去把圣堂武士，我去把人弄过来去，一等。人？什么人？哎，你说什么人？稍等，马上。稍等，我马上回来。路边山崖这边有啥人？哎，你别急。路跑到你真是个畜生啊。等等，发生什么事了？你那边？妈莫名其妙狂了我原来是红龙飞过来卡拉克失去了一个雷泽尔哦是不是看见那个多拉贡了你对红龙飞过来哎我们还只是四个遗憾，我们要是十二级了，他妈的红龙见了我们该他恐慌。又不又不一定，他把球炸了，他不也就急了。嗯，你不把他弄过来了？弄过来了呀，在卡拉克身上呢。我先。哎，黑卡，怎么他妈的还有土德人？我先。你干啥呀？那没法。I'll feed your innards to the ants before I do that, Istik.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Look up. That was your last chance, Istik. Now burn. Number. 给吓呆了。为什么要霸凌黑妹？哦，桥最后还是炸了，那没事。哎呦，掉河里去了！ It's in time, Beretta. 哎，副长。You're not here to play with the locals. Of course, Kithra. We merely sought to. No excuses. Question, kill, then move on. Find the weapon. 什么 weapon? Our queen watches us. Fail. At your peril. 你的 queen。这个人是不是你们的困呀、啊？我给你们看一看，我的。哎
我卡住了，没事，怎么了？我要干一个事情，如果干好了就好，如果干的不好就会不好。你这不是句废话吗？我给你个镜头，我来扛，我来。你想直接把那个武器把它箱子毛了吗？我不想把它箱子毛了，我要弄一个东西。你那边有什么东西？我这看不见。哎，这个人走了。要控制那个百夫长吗？我操！别人五级，2%的几率。这个人怎么走了？这个刚才这个什么人？这个刚才那个提夫林人。不知道，2%的几率，兄弟。那看你呗，兄弟。那我自己在这刷一会儿。那 OK 啊，你刷一会儿呗，我结束。啊，开启录制，你讲一讲发生了什么。啊，发生了什么？简单就是他这边不有一个那个百夫长吗？百夫长骑着红龙不过来了，然后潜行到这个高台上。把影星的法表里的那个命令数调出来，然后就极小概率会命令他扔武器，但是把武器却挺好用的啊。虽然队伍里没有祭祀羊只，但是如果你队伍里有的话，这武器就是专属，非常强。哦，原来是这样，我以为你想控制他，狠狠殴打一切。哎呦，那控制，那我无不练。开录制，不过无所谓吧，依旧是砸梯子，经典砸梯子环节。Time for better business. 那还有双方吗？有。我先把我能干的事干完吧。OK。哎，他不看着这儿，我可以出去扔他了，我操。哎，这不就好起来了吗？这下解连环了。25滴血能死吗？试试吧。17滴，那肯定白搭呀，我操。嗯，我是卡拉克还有动作。卡拉克没有了，卡拉克就锤完了梯子没动作了，这就是卡拉克尴尬的地方了。我要不要喝个速度药，再给他来一枪？看你的。好，可能再给他来一枪。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操，光砸着他头上行吗？没砸，没把他推出去死了，操。我有勇气和智慧做将。结束了。等会儿，先别解释。女性还能撤吗？用那个飞行。不撤。女性也来上。当你
醒来，千万别告诉别人。nice， 撤回来吧，都。对，先让他们造成减员吧。存一下，存一下。哎，你这样一说，纯战士确实厉害。我这点个巨武器大师，点个他妈的反应，他妈蹦上来招架完了，回头一刀给他放地上了，操！哎，只能说战士确实是比较离谱，好吧？猛了，这是圣武多了。嗯，结束了吧？结束吧，没事儿干了。我的，你中部上来，人类定身术定影心，往前走两步，急走，哇！动作如潮，急，弟呀，你神经病啊！啊 ，AI 就这样，不是，这不会覆盖吗？我记着，会的，这不神经病吗？你试试能不能把它推下去，小伙子？肯定我从这边推下去。怪了，我没推了，我操！我蹦过来的，我的。那就干吧，要不？鲁莽攻击！这么远，我操，得他妈多得21的力量，我觉得才能把它推下去吧，我也。你打完了吗？打完了，没动作了，我蹦过来了。好的安排呀！你他妈的！我这不啊？不是我未命中，怎么重击打了他17啊？我操！什么意思呢？你两个，你两个，哦、一个未命中，一个重击打17。上来了，要给影心狠狠的上上强度。我跟你狠狠的上上强度不完了吗？你存一下，我动了。你别离他们太近。啊，算了，没事没事，我。那是你哥。的白，smell blood. Time to push my luck again. 没事，你结束了是卡拉克和我。
靠，我靠，先动。肯定我先动，你先打他，你先把伤害灌给他。你把伤害灌给他。我怕你推不下去。那不如保存一下呗。不是。有道理。一棒子招架，你跟谁招架呢你？操，那我就是兄弟，就是怕这种拳。那你无敌了呀？那你还有空吗？你要是有空，能控他一下也 OK， 到时候。你要是有空，控他一下也 OK。有，那无所谓，读呗，读就把它。我的控制叫 F8。控制自己，时光回溯是吧？世界，时光回溯，目的不露。啊！控制整个世界，目的不露。好绿呀！哎，我他妈的，待会儿你去忙了的话，我兄弟要狠狠的偷东西。哎，我他妈直接送你。等会儿，等，不对，少了一下。等，你还有活，你还有活。等，这东西六级，我操！对的，兄弟们几个，我先给上个脆弱辅助力量。对，你的无蟒回击，兽蟒他妈未命中，再泥麻剑，咣。趁着头往下看一看，你们有什么投掷？把兄弟东西扔下去，扔点什么捅下去，给他俩点一点。我觉得你再往下放技能肯定放不下去了，是吧？哇塞，你是真狠啊你！给他俩盖个盖儿。扔不下去，路径被打断，全是路径被打断。那确实扔不下去，估计只能推下去人家，扔是扔不出去。那你有那种什么地面系的技能吗？也没有是吧？地面系那无敌了呀。那比如说什么那个之前那个大地撕裂，我不知道这里头还有没有。Wasting time， 动力不足是什么意思啊？我他妈在这儿放不了技能吗？都，那起飞了呀！那，哇！我在这儿连技能都放不了。那你这么玩，我只能挤走了。起来。挤走，啊！起来，没动作。兄弟有一个小活。I wonder if this is worth the cost. Gods, it's hot in here. 打火。兄弟想使这个什么人类发疯术啊？你不一定使得着，就是有可能够不到。18米够不到吗？
你可以试试。我看看他俩的感知谁低。这兄弟感知12。嗯，乃是。享受。嗯，对的对的，因为看不见所以放不到，无敌了呀。对的对的，我个人建议躲远点，再加上乌瑟尔回点血。怎么直接把桶给你扔下去，我操，还真能扔下去。你就躲远点呗，那咋办。哎，那我等他们来吧。或者你投掷能投掷到那个人吗？我能，滴血，说不定。我能，但是我只能把弩扔出去。我操，有什么用呢？不是，你可以把别，你可以把乌瑟尔身上东西调给他呀。现在可以拿给他的。刚想起来，乌瑟尔身上这么些枪，那狠狠的投。朗基努斯。狼，好，哎呀，该扔那个11点伤害的那个武器的头，扔就扔死了，可能。说了。你失明你妈呢？啊，他跑远点，好让好兄弟直接。哦，给你祖师爷玩这个，那你无敌了呀！给你祖师爷玩这个，我日。嗯，那怎么办？秒一个先。连他祖师爷玩这个，那他祖师爷不惯着他呀，我日。那必须不能惯着他呀！你他妈是给祖师爷玩这个你？妈的，我投空了阴阳杀人，你能吗？废物点心，妈的，给你祖师爷玩这个，这就是祖师爷的含金量吧？你祖师爷玩这，我操，祖师爷这个飞起，祖师爷没动作了，祖师爷下回还要失能了，我日，不会啊，祖师爷退了，你不会失能的，你没有那个加速状态。好兄弟在心中。我你们一个魔能爆。你让兄弟给他上个。我你们一个结束。哎，不是他妈的，我看呀。哦，我身上有个重弩，我说呢，我他妈一直拿着把鼻青弩打的，我操！怎么玩呢？这里我是想不通了。反正我先结束，我干了。我要不。兄弟倒一下结束了，我操！行啊，结束吧，让他上来呗。没气。非要跟我练练？你无敌了呀！你他妈！哎呦，他这个位置还真有点难办。妈了个逼，躲得住的后头，我操，猥琐的一逼。
妈的，他是判定让我贴到他脸上拿枪扔他去，你无敌了呀呢。Into the bloody fray.英勇灵佑，这位置能打到吗？没移动点了，本来能扔到。不对，我他妈有这么多剑，我操！能射到吗？能，兄弟的箭是能射到的。有的，射吧。这些箭，我看看啊。给他来个百步穿杨，就没法直接把箭射到他身上。来点地面，喜欢吗？攀柄剑，攀柄剑，砸不到他！哎呀，这附近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桶，我日。你能打得到他吗？我在尝试。这位置打不到是什么道理啊？他躺着呢吧，应该。你的含金量，哇！挡着地方被疯狂武打，我操！我干了！看你这个样。弟妹他妈的还是个双马尾，直接拿剑射他有点亏感觉，我操！哎呀，白毛养弟妹，拿桶甩他一下吧，我傻逼的，好。起床！死了，他死了。喝可乐！啊操！没可乐喝了，这下我。没事，还有俩人。你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给他一下吗？我，算。剩下东西控不住他了，那就不动了。往上来一步，极酒之势，必须给他来个极酒之势。白搭。隐身。好谨慎。当然我也不想知道。Incoming transmission。摁错了。
摁错了，该鲁莽打击的。能推了吗？能看，但是看这个路径推不下去。棒棒两拳。那没救了呀，那卡拉克魂归卡拉了呀！蹬一下，蹬两下，没事，两张复活图建筑。小子，你冲到了我的脸上来，你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哎呀，最后还是咱俩呀！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朴素攻击，那给他来个不朴素的呗，要不？朴素攻击，那完了。来点不朴素的。那他妈，我他妈上了割裂呀！我日，那怎么办呢？太朴素，有点过于朴素。那兄弟，给你让开呀！我日，你打呗。我打，你有动作如潮吗？凭什么给我的呀？就反正我打的45%呢，中了，他应该就挂了，没中，那我就要用别的办法。这下欺软怕硬了，我操！